我很高兴我进到这个行业，因为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情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变化性又很棒的一个过程。当你学习到哦，原来可以这样拍片，那我自己再写一个小剧本，然后跟几个朋友我们来练习看看，大家都是为了说我们一年至少要完成一部作品，来代表说我们有在进步，每一年的作品都要挑战一个新的学习。宁静温暖如海洋。